我们想要去帮长辈做装扶手，因为我们有一对长辈夫妻，他们就是阿公是小儿麻痹，然后阿妈失智，那就是阿公他就是坐轮椅，他其实在房间内然后移动比较困难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第二个任务来了，これが難しいよね。どうやって工夫して難しい。而且这很大片，哇，我不懂。每周日晚上八点，敬请锁定《还是主频》《神秘五金行》。本节目由玛丽莲塑身衣冠名赞助。欧巴。